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啊。今天这是 Vlog 呢，久违的又在公司开场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现在趁同事都去买午餐了。今天呢，是我们香港 Press Play 的尾牙。那尾牙是什么呢？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像 Year End Dinner Party的东西。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也不能什么去餐厅庆祝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叫了外汇，然后准备了一些小游戏，就是今天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吃个饭这样子。先给大家看我准备了什么好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是临时抱佛脚到最后一秒。我是昨天晚上大概11点还12点才开始写今天活动的 flow。没错，趁他们现在出去，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 flow 大概是怎么样。那我准备了两个游戏，然后有三个抽奖活动。Fudge， 我忘记带其中一个奖品了，我等一下先回家拿。可恶！好，首先呢，我准备了这个，我去 Donkey 买了4只这个。很悲鸣呢。然后为了今天晚上的奖品跟奖金呢，我用了这个 Disney 送给我的红包袋，是不是非常的有新年气氛，然后非常的可爱呢？我刚把我们的奖金的包好了，还刚好就是6包，6大顺。내추모여노는비법이아침에일어나서부은눈이너무아름다운너이대로조금만조금Hi guys， 我现在呢已经到了今天的这个场地。这一次呢，因为我查了一下，就是很多饭店其实没有像是一个小套房或是一个 suite 的形式可以就是有比较多的空间，所以呢我就改找了一间类似 Airbnb 一个公寓型的地方。那这一次呢，这个房间是在 Hotels Combined 上面找到的，上面会帮你整理很多不同的选项跟比价呀什么的，所以其实是很方便的。那就很快的带大家来 room tour 一下。首先呢，这个是大门，走进来之后它是一个非常这样 open space 的地方啊。这两袋就是今天晚上活动会需要的，然后有这个可以吃东西的桌子啦，然后有冰箱，有微波炉，然后有一个客厅，就是大家可以在这边玩个 board game 啊，聊天啊什么的，两个睡觉的空间。然后这个是第二间，好的，各位，我们刚刚吃完饭了，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我们第一届 Hong Kong Press Play 的才艺表演 Talent Show。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Keith， 而他是好你啊再来一次嘛 NG 好尴尬。我们有两个主持人和两个观众 NG 啦。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现在火红的歌曲，这么棒的名字什么？Sorry， 可以剪掉吗？可以可以。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一号参赛者。好尴尬。摆低啦。我不累，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足一辈子。你可以翱翔，
或是我只能停止。现在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 PressPlay 知识题抢答，总共有15题，然后这一轮呢 我不会参加，因为我是就是出题者，对，我是出题者的。然后大家要怎么玩呢？就是你要用这个尖叫机来抢答，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答对题数最多的人就会有今天的第一包红包，第一包奖金。好 ，Are you guys ready? Me and my pesto chicken. Me and my pink chicken. 老板的中文名是什么？啊，我知道。Chris 一分。我最近发了很多 email 给老板。第二题，公司的 WiFi 密码。再次。好紧张啊！哇！台湾 PressPlay 在台北的哪一区？中山区错，大安区错，啊，我知道，东区错，我知道，在那个火车站附近的，这是什么区？来，各位拿好你的手机，我要紧张，你很危险。哎，我知道，中山区错，啊，为什么要这么点？没有人知道台湾 PressPlay 在哪一区。啊啊！大同区。对。啊，我不知道大什么区，这么忘。Yeah. 好。Oh my god， 零分垫底。下一题是服务我们香港 PressPlay 顺丰小哥的名字是什么？阿恒。啊。对，刚刚那个，哦，我以为是全名。阿恒取别名字啊？我不知道。Cynthia 最喜欢的 Twice 成员哪个？善呐。错，彩音。哦，善，没关系，我喜欢善呐。TOOO 创立日期？2月1号。不是，2月4号。这昨天啊。耶！这名问题是昨天晚上才想的，是今天早上。公司有哪三大事业体？PPC、PPX、PPA。你要讲他们是什么？哎，没有，这是下一题。这三个代表什么？我知道 ，Connect。然后 X stands for 我们先拜拜。A stands for Academy。然后 X stands for Management 吗？还有 Talent。No. OK OK content. No. Oh, OK sorry, I'm so sorry. PPX 是我们。对啊，是你吗？我记得我问过你。Multimedia. X generation. Multimedia. No. Gen X. Generation X. 我刚刚说啦。No. 有没有什么字 ？X-ray. Silent. Experience. No. Experiment. No. 是真的 X 开头的吗？没有，不是 X 开头，可是中间有个 X. Exercise. 哦，我知道。Next. Next.Keith 有4分，你有3分，有1分。说出在场四位同事的出生年月日。来，再说一、二、三。1992，1993，1993。查吗？不行，11月24。不行。OK。1995，5月26。错。拜拜，好打。我嘛，我嘛，什么时候生？199310月24，199410月28，1995。嗯，错了。好，换你，1月1号吗？不是有一个人1月1号生日的吗？我忘了。OK， 是我啦。
哎，我知道一个，我可以讲一个，我知道，我要说我知道一个。好，你知道谁？波尔森。好，1027啊，不是吗 ？OK， 几年的？1996。啊，算了算了，七七七七八八啊，那小年都年都要说了，九八吗？九八吗？九九，他弟弟是01的。这样再加三年，非常非常的简单。好，请问 Presley 目前使用的都是在什么颜色？粉红色。我最爱的颜色是粉红色。请问 Wakupi 现在总共有几种口味？我知道，3/11。十三，错。OK， 来。全部 like 抹茶、原味、原味正统、阿萨姆白酒，跟住小山抹茶、小山红茶，跟住麦香红茶、咖啡，全部好似冇白酒。哦，对对。啊，咁少噶咋？嗯，请问老板最喜欢发的 sticker 是什么？哈哈。目前香港 Press Play 男生创作者有几位？4位。啊，加团体里面的人哦。那 MHK 三个。哦，东方啊，还有东方 ，sorry， 东方。请问 D 妹的饮料品牌叫做？再睡五分钟。今天的最后结果呢？Crystal 答对4题，然后 Witty 是4题 ，Kitty 有6题。来，我们要来这边颁奖。谢谢。好的，我们下一个游戏呢？叫什么来着？我帮他取了一个名字，但我就忘记了，叫做就要听你说。但是我前面三个人现在拿着手机都没有让。在听你说啊！我在听你说啊！也就是呢，我准备了很多题目在这边，所以每个人要抽出一个题目，然后打电话给 the creator of your choice， 然后直到对方讲出你抽到的这个字为止。好紧张哦！哇，拉菜。搞唔掂，你会讲嘢多啲喎。哇，喂咪，系，咧嗰边咧有啲问题，而家有少少搞唔掂啊。直情成条片改咗个 flow 咯，搞唔掂咁样，所以就我唔知道应该点好咯。条片好唔得，好唔掂，就即系佢觉得成个 task 就好搞唔掂咁样咯。哦，唔系啊，我而家改紧，你睇下佢个新嘅版本会唔会好啲咯？我觉得我应该搞得掂。因為其實中間個位咧，好，但係咧，我想講咧，呢個係一個 plan 嘅。我已經吐鼠。好啦，我再打俾你啦，係咪？喂 ，Cotton， 我有少少嘢想問你幫我手啊，好認真。可唔可以幫我翻譯一句説話？要中廣東話，廣東話。OK。即刻答，唔好諗。唔好諗啊。係啊 ，I love you too，I love you too， 翻譯廣東話。我愛你而。唔係，I love you too 啊，係 T O O 個 two。我又愛你。係，好唔該曬，多謝你嘅合作。好，那這一輪呢，就是由 Crystal 贏了，耶！謝謝。好，最後一個呢，這個是公司提供的兩個奖品，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四个人里面会有两个人拿到这个奖品。好喽，准备好了吗，各位？一、二、三，哇，好紧张！最后一个，你都系哇！我就告诉你，好抽奖运嘛，有有。大家喜欢听的歌，谢谢。今天的尾牙活动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大家尾牙快乐，耶！呢条 footage 系拍定预备先嘅，听日 I mean 星期一翻工嗰阵时候睇下可唔可以出街。今天影片结束的有点突然，我们大家都有点小小的懵掉了。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先喝，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新年快乐，耶！哎，不行，你要让露出我们的脸 ，OK？ 大家新年快乐 ，Bye。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